来关心这鳞癌的消息。鳞癌每当讲是台湾女性第一号的这杀手啊，讲当年第一有这7500人来得到癌症，1600人因为癌症不幸来过往去。医生讲台湾女性鳞癌啊，而且年岁拢是伫这45岁到这64岁，啊，不过最近有闹愈来愈少年人得到鳞癌。25岁陈小姐，两年前某一天在洗身躯时阵，发现倒手边向挂骨下边瓦林板部位有一个怪怪点点物件，后来去病院检查，才发现原来是得到鳞癌第二期。我听到化疗这两个，那眼泪真的是马上就掉下来，然后我就在诊间，就在医生的面前，我就哭了半小时，眼泪不停，一直哭。现在陈小姐虽把恶性肿瘤挂掉，并且接受化疗加标靶治疗，现在已经当甲一般人同款过生活，只要定期追踪检查就会使。医生讲，台湾女性鳞癌才发生的年岁在45岁到64岁，也毋过这几年来有愈来愈少年化趋势。除了先天性遗传，后来饮食习惯，亲像常常吃高油脂、高热量的食物，也可能增加鳞癌发生率。所以提醒妇女，若是发现鳞斑有过样，一定要赶紧找医生检查。摸到肿块，或者乳头有不正常的分泌物，像血样的分泌物，或者腋下有淋巴腺肿块，或者乳头凹陷。医生讲，鳞癌若是提早发现，唔来当做鳞斑保留手术，高年存活率应该使达到90%以上。尤其是45岁到69岁妇女，或者是有鳞癌家族史的妇女，健保每2年会当免费做一次鳞斑摄影检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